神鹰一出世可说话，神鹰他说吃但可抗疫，神鹰泄露了天机丧命，神鹰牺牲是为了你，但是他没说如何煮鸡蛋，炒青煎炖焗定半生，好似讲要杀啊！但是好多人都买不到鸡蛋，可不可先吃个鸭蛋？神鹰一出世可说话，神鹰他说吃蛋可抗疫，神鹰泄露了天机丧命。神鹰牺牲是为了你，神鹰牺牲是为了你，你哋唔会信噶吓？食翻粒先。哇，好啊，得粒噶。有两粒，哇，一人一粒。